大家好，我是修车阿忠。哦，这天感冒蛮严重的，喉咙沙哑，讲不出声音来。现在在修一部那个马六的发电机，我们来看这个，它的发电机的故障问题出在哪里。这个跑出来了，这个应该正常是这样。这个是原厂的，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原厂，还是有换过。有的是单向轴承，我换的这个不是单向轴承。这个是不是看不出来？这个跑出来磨到那个大梁，已经磨到了。好，现在我在正在把它换上去。好，今天谈马六发电机的故障，谢谢。